来，好吧，这套卡组专打一星啊，专打一星。解说了要开始啊，毕竟这个卡组费用是比较大的。迫击炮立起来，看看对面怎么应对。对面也立迫击炮，未对，顶上，给我戳他。剑雨也是要捏好，直接给他扫掉。这个人带火箭的，直接开始笑他。对面这个卡组他非常讨厌，必须得狠狠的笑他，狠狠的注意我们的数字啊，不能太好。锁塔了，再来一个迫击炮打掉他的弓箭手。要打掉，哎，对面还是非常冷静啊，前几个卫队分路，古龙再分，骷髅之王，团火先分，剑雨晚一点扫，这他中间肯定还要下小葫芦之类的扫，开个技能，杂毛非常的多，放攻跟上，逃跑手保住了，但是我感觉进攻也没有什么危险的，对他威胁不大，威胁不大，有点难受，哎呀，这个没下好，没下好，还有剑雨，剑雨加鬼步。我的炮来了，你怎么办？雪剑去掉，矿工挖上，弓箭手扫掉，锁塔了，滚布刚好交，他要交滚布可能，啊，他要交飓风可能啊，团虎跟上，啊，这个卡也不太行啊，感觉完整，就没有那么强，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厉害。打不进去啊，只能欺负欺负那种没有火球的卡，是吧？扫，开个技能，右边团伙可以跟，再立个炮，多下卫队，我这把卫队已经下了很多，都下三次卫队了，都没给对面破掉。按照强度来说，下一次卫队，对面就得掉一半血；两次卫队，对面就得掉三分之二的血。啊，这才是该有的强度嘛！扫掉，斩杀！锁塔了，吹剑下这里，他开技能我们就走，来，不用急，前几位队还有炸点兵，我们剑雨最好是少炸点兵，右边技能也不用开，古龙跟上，哎呀，这古龙感觉都不用跟啊，开个技能，开，矿工扛住，吹剑直接吹。左边给团火，右边两下吹掉，左边哥布林进塔了，三个哥布林没漏掉，没扫到，斩杀，拼斩杀拼不过，是打对面打很多牌，拼斩杀我们是有点吃力。不敢提前一下迫击炮，怕的是个气球直接给我们灌入，下这吹剑，这里下团火，下这里给他开一炮，再给他捅掉，看对面怎么下来，不结，这个不结，这个他应该是解是够解的，古龙烟花的话不用扫了，下个烟花再扫，放个挖一下，不结，团火的话有吹剑，有野猪的话有团火啊，说都不会挂了啊，
小六，小塔一炮，前面位置的时候到了。武王看一下啊，我感觉守株挺吃力啊，毕竟过牌没有对面快。大双路，好，大双路，换个八字，回头，瓦基里，瓦基里吹剑吹掉，开技能，剑雨扫完团火跟上，啊，没打过，不是吧，大哥？是这么的剧本吗？不是这个剧本吧？还好他没给你猪，他给你猪我守不住了。右边六个卫队，那这小子有瓦基里加超级啊，全是群攻啊！行不行啊？等等。这个牌还行吧，弱吧也不弱，向右边一点，这样的话才是33分。我去啊，哇，这个很难受啊，妈，矿工也不好判断他的位置啊，亏死他。靠他最怕的两张牌，女巫，暗夜女巫，哇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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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换毒药会不会好一点？我这么跟你说吧，这套换毒药，这套卡就废了，是真废了，不是开玩笑的那种啊，真废了。换毒药的话，这套卡就是一坨屎啊！你毒药毒不出去，然后解杂毛又解不掉啊！你如果这把换毒药的话，对面什么公主呀、烟花呀，你一张解不掉，或者是遇到飞桶，你也解不掉飞桶。
哎，被打到了。普通烟花，像这个挖矿工这波啊，啊，什么意思？他应该是想砸一下崔健，然后我的崔健走了。哇，完了，好难受。张磊明是这吗？不是胖木吧，大哥？哎，放弃了，我就喜欢这样的。啊，这个可以用毒矿吗？可以啊，用什么卡组都可以啊，只不过会输而已啊。毒矿肯定是没有那么好的，因为现在就没有人用毒矿。哇，没刀了啊。
吃不着吃东西不理你，哎呀，没吃饭，边打边吃，死亡模式也不给我这个机会，是吧？这开出来一下进来就装备，我去，进来就满费，得一直下牌。我日他的呀，妈的，怎么还能遇到水人啊，服了。关键是他有个古龙，他古龙加电，古龙加电龙加飓风加剑雨，这狗贼啊。有点难受嘞，要跟球啊，差多了。我去，怎么准备他带了骷髅海吗？怎么准备这么多骷髅啊？石头人吗？啊！右边就死光了。
哇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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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嗯，好肉的人呀！好，这个怎么办呢？差点一起破塔。这迫击炮不能乱的进攻啊，太危险了。不用顶啊，他要防的。这边是个什么卡呀？怪声也不出。家居应该有个核心吧。怎么右边就破掉了呢？右边被团火破掉的，我下了个团火在右边。转旗。
够不够？踩一下，因为国服国法还是很强，还没有改。在预判我吗？大电加剑雨加狂暴，对面三法术。
一秒闪。哎呀，我这一波被他堆起来了，这个矿工挖的有点冲动啊，给他一波冰死了。我们还打得挺快，我们四胜的时候我上面那个人16胜。你看又急啊，正常的正常的，急是一个人的正常行为。要追上他了都啊，出泥迫击炮先下家里，缺剑在这里抽，看能不能抽着，这个应该是不够的啊，矿工下多了，下这个卫队，小药，下一个飞头，打掉。挺难受啊，找他的公主就行，
哇，有点难受呀，这波给我解的。锁到塔了，还可以。哎呀，这公主不敢扫了，进化飞桶又要来吓死我了！哎，第一下点牌老点不出去，挺烦的。这没有小法术的打的就很舒服，可以说随便打。剑雨国际服的剑雨削了，只有93了，国服还没更新。吃过了。哦哟，厉害的嘞！哎，这矿我也没挖掉它。
妈输了，我操！啊，还没起开。进去了，我前期被他的古龙开播技能被迫交法术了。居然没有排下，挖不掉啊，他来波进化锤进攻，我们很危险。这个人怎么这么多地面啊，我靠，骑士幽灵刺客炮车啊，没带皮卡应该。看来只能用矿工去进攻了。啊，完了，守不住啊，这玩意儿。他下来来个进化，那个就守不住啊，没有击退了。完了，必须得打进去啊！
到后期肯定守不住的。这下个刺客这样子冲，哇塞，太难受了。遇到这么个鸟卡也是倒霉呀，我操。妈的，他也进攻也打不进来，就一直跟我对牌。下一步可能守不住他这块东西锤，主要是怕守不住他。啊，这个幽灵没砍出来。是真的，这都能输吗？那你前面顶个进化工程锤，后面给个女巫婆，我操！怎么输了呀？哦，我操！他前面顶个进化骑士，后面给个工程锤，我肯定守不住他，所以没有一直去挖矿工去进攻他。哎呀，这个狗贼，这伤害怎么不够啊？三连怪，我热。为啥不少？我觉得我稳赢了。不得不说，这套卡确实挺垃圾。你看这个人他妈就打了个二十二分，我操，差了个他卡组啊。